我的小仓鼠有咖啡便利店了，看我给它准备的这个迷你冰箱超级丰富。先让小仓鼠来选点好吃的，我全都想要放框框里。这么迷你的关东煮机，我还给它添置了一个烤肠机，等会儿给它做好吃的。抱歉，已经吃到了我，没人发现吧？把这个好喝到仓鼠站起来的营养液倒到小杯子里，放到迷你的饮料柜台里。剩下这些是小仓鼠咖啡店里的家具。这个是小仓鼠能吃的加露豆，给它研磨一下。这样就可以假装成是咖啡粉了。从这个迷你的藤边柜里拿套咖啡杯出来，倒上磨好的加露豆粉，等会儿给小仓鼠喝。把两个店铺安装一下，放上地面，铺上地板，再立上墙面，贴上墙纸，安装一下灯。我们开始组装二楼，扣上房顶，我们开灯看看效果吧。小仓鼠的双层店铺安装好了，给小仓鼠来一串迷你关东煮。再来一杯饮料喝喝吧。我提一杯，谢谢姨们观看我。给小仓鼠撒一点鼠粮，配上咖啡和点心。你们还想看我给小仓鼠开什么店呢？赶紧告诉我吧，我来实现。